连月宝囤积者大概都不够好，我需要一个炫的、啊。嗯，好运火山战斗狂怒应该还行，我非常需要炫。哇哦 ，OK。这样可以抽两张，然后全部死去。你喜欢玩我吗？可以。所以我领先一把武器。末日即将来临，到底要不要再斗、啊？这样合理吗？进化。Oh my god！但我还是有点难用，知道？进化掉，受伤 ，OK， 二分之一。因为我还有张豆哦，所以我其实有点希望他留着这个东西。哦 ，shit！ 可以。OK 就这里的几率就好很多。加油啊，秘法巨人！小巨人，你棒棒！干，真是太多了、啊，我哪来这么多法杖图腾啊？干，这三小。斩杀。哎、欸，怎么做我都不开心，哎，fuck you！
Fuck you！ 三小。退化，可以，谢谢。哇塞，可以，谢谢。两张退化。能不解这只吗？可以九滴，终于又一次机会。可以，狙狙。看起来这一副比较痛苦的点是绿牌很难绿起来，绿牌大概比我想象中再难绿了一些。哇，起手进 combo 是最糟糕的事情。为什么他这么慢呢？让痛苦跟我对话。他慢的跟鬼一样哎、欸！他应该也在玩一副奇怪的牌组。这场是值得打的，也不是值得打，应该打的，该好好打。他是九张了，我满手牌。九张，再逼一轮好了。给我任务，轮滚，再次，帝国。不会爆牌啊！再抽应该不会爆牌。我要一把武器，应该不用交。多谢你啊！这家伙。
比较麻烦是我有五面在手上。可以。你喜欢玩火吗？很伤。我应该脚斩杀，我想斩杀会变难用。可是斗殴可能，斗殴原先好像是没有，斗殴本身就有点难用。二十滴，其实只要他中一发 ，OK， 插一颗水晶，希望不会死。因为只要中一个，应该就会赢了啦。只是如果说我等一下还有手下嘛，我还有一张秘法巨人，不要抽秘法巨人，四分之一哦。还有斗殴可以拖时间啊。我想想，可这比原先的还更麻烦，因为原先我们有狼人可以依靠。我看一下，我们下轮要先斗，应该先斗没有错。为什么他要先交一个钱币啊？那代表他手上都是大法术吗？很奇怪。好啊，现在你们大家就知道为什么要带斗跟斩杀了。不过也是因为他其实有点傻。他有点傻，支援战斧。等下是实时吗？其实这样我们就12再加3 15，好像也是不大够。我没有自信被他敲两次会活下来，所以我下轮大概还是要斗。为什么我觉得我斗运气好像不大好？来一张复仇吧，大大。哦，猛击。好，我们先斗。猛击斩杀。斩杀巨人，哎，就是四张combo，从不知道第几轮就一直窝到现在，好难玩。还有钱没有隐蔽了吗？哎，还有一张斩杀，哦，最后一张是复仇。我就是要打这个 combo， 给我打个 combo 会死你。他还有剔骨吗？还有一张剔骨。好啦，就是现在了。OK。OK， 所以这样就很多伤害。总而言之，十滴、九滴、七滴、剔骨。Oh my god！ OK， OK， 他把我长且解掉，不要这样嘲讽我，应该都 OK。他有炸鸡，我也很恐怖。嗯，啊，他现在出不了炸鸡啊。
见证奇迹的时候到了，也五非八八的五面朝众者啊，可惜没有做出一个50/62的炸鸡。我要活下去，不要投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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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让你见证奇迹。你会拿到很多小手下。纯灾的现在应该也不大行，因为到第五轮你连坦的伤害已经太多了。改，我已经沉沦到这种地步了吗？应该解不掉吧？他要狂野怒气或两张纠缠之根，解不掉。Oh yeah！1、2、3、4、5、6，末日即将来临，来这里单挑，驱虫，可以过了。当真森林之魂。有两张豆吗？这是少数的非常好的状况，就是只有场面上只剩一个二，其他状况场面上会剩两个二。到底我能不能玩死他呢？我们看下去。再谈好了。刚刚我那是故意自杀了，我要抽牌。我认输了。当真？如果他是翠玉的话，我是实在不知道怎么打。不过其实搞不好翠玉我可以抽很爽，还是要看手牌进的怎么样。这不是很好。我想应该要去睡觉啊。谁想来冒险呢？大快攻。圣光会护佑我。嗯哼 ，What？ 同一个人吗？
看谁在推广这套鸟牌组。谁在推广这套鸟牌组？感觉那野性印记是为了抗快攻哎。现在压盾其实是有意义的，我是刚好克到这一副哎、欸，有点瞎。我的盾为阿古斯而举。这也是蛮瞎的，还有在海盗派旗，我在血盘海扣 ，OK， 我大概可以看得出来是这副是从哪里来。出这个好像比较好。我们会发现什么秘密？哇，他果然有内奸嘲讽，不错不错。这个变六飞，然后再出这个变五飞。吃了两个怪怪的德鲁伊，这是今天的战士，这副也有红心老大，基本上这一副其实也是像另外那一副一样，算是一副有红心梦想的牌组啊。基本上我们就是想要打的 combo 是，我们先红虚红心之后，然后 buff 手上的炸鸡两次。然后它变成一个16攻的炸鸡，然后我们再污蔑我们自己的炸鸡，那这样就可能可以打出32点的伤害。然后除了这套 combo 之外，我们就带一坨拉古的打酱油，或是让我们延迟到后面的牌。那其实战士大家都知道，我们有非常多这种可以打酱油的牌，然后还有一些抽牌。那所以我第一个想到的其实就是。之前那套 OTK 狼人战会带的套件，所以这里就是狂人火瞻，然后命令之吼，然后战斗狂怒，然后末日原则，然后所以基本上还会带秘法具啊，就是我们除了那些手下之外，还有这些抽牌手下之外，我们其实剩下都是带一堆法术，然后用来做一个一点伤害扫场的动作，通常都一点伤害扫场，然后。配上狂人火瞻，还有命令之吼，然后我们可以就是让我们手下不会死，然后都受伤，然后再用战斗狂怒来抽牌，来打到绿牌作用，然后跟让苦痛是真一直受伤。虽然他就是他一，然后命令之吼之后受伤也不会抽牌，不过这样至少我们苦痛可以抽到三张牌，所以也是非常赚。对。反正就藉由这些绿牌，还有拖延时间手段，然后藉由这个运法巨人来给一点节奏跟压力，然后我们在后面再利用这 combo 打出一套 OTK。
不过大家可以看到是这副，我觉得对现在 Meta 而言还是稍微太慢了一点啦，搞不好斗殴可以少要少带一张，或者是应该多带点武器或什么鬼的。不过，对，可是大家也可以看到，就是其实这副打一些非常无脑纯快攻，其实是非常有效果的。对，我应该打赢了两个莫名其妙的如意牌组。好啦，那谢谢大家今天收看，如果喜欢的话记得点赞，有什么问题记得去下面留言，或者你什么想说的，那也记得订阅这个频道，那我们就之后再见啦，拜拜。